同埋現役香港男子劍擊運動員吳諾宏 Lawrence 成為2023年冬季防火活動巡禮大使嘅。有請佢哋咧為我哋主持以下嘅特別節目，有請 Macy 同 Lawrence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劍擊運動員諾宏 Lawren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班滑冰運動員 Macy。Lawrence， 你知唔知道消防署嘅應急三式係乜嘢嚟噶？梗係知啦，應急三式即係熄滅火、熄自救同埋熄求生，並且代表紅、黃、綠三隻顏色嘅。嗱，咁你睇下咧，台下有三位消防署嘅成員，咁咧佢哋會上嚟同我哋一齊玩遊戲嘅喎。不如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上嚟啊！呢有三個顏色波喎，係咪啊？仲有啲字喺上面嘅嘛。好嗱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三位咧都係出去救火或者救人。咁但係其實單靠佢哋嘅努力咧，都未必夠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都係需要市民大眾嘅力量咧，去保障咧市民及生命嘅財產安全。嗱，咦 ，Lawrence 喺後邊，好似有三個任何人嘅，佢哋究竟係做乜嘢嘅咧？亦係喎。而家咧，我哋就有请我哋三位消防署嘅属员，将呢三个波咧向台下方向传出去，由台下咁多位嘉宾啦，同埋观众，将呢三个波传去俾后方嘅任何人。我明白曬啦，咁即係話，比如咧，消防署推廣嘅應急三式咧，可以宣揚到去社會上嘅任何人身上，咁再由任何人咧傳達俾其他人，一直咁樣咧傳承落去啊！好，咁請咁多位台下嘅嘉宾同埋观众起立。请大家准备好之后咧，我哋就 ready set go。轻轻一拍气就可以去到后边噶啦。其实大力啲，就飞咗后边嗰条路啦。哇，好开心啊！见到大家。我哋要向後推啊！哇，見到呢個波雖然望落去幾輕咧，但係都有少少重量嘅喎。波唔過嚟嘅，我叫佢攞過嚟啦。系啦，我哋而家将呢个三个颜色波咧，就成功咧系传达俾我哋嘅三个任何人啊！可以象征住我哋知道嘅知识咧，都要传达俾其他人啊，系咪啊？冇错啦。好，咁请台下嘅嘉宾同埋观众可以走咗啦。咦？发生咩事啊？系咪要走火警啊？哇！當獨立火警偵測器發出警號咧，即係代表有火警發生啦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要即刻通知我哋附近嘅人啦，根據現場嘅逃生路線，向住指示牌方向逃離現場啦。係啦，我記得啊，仲要帶埋咧逃生三寶，咁有手提電話啦、毛巾啦，同埋鎖匙添。喂 ，Lawrence， 見到有煙啦，我哋係咪要快啲走啊？冷靜啲先啦。在火警發生初期，如果我們可以控制火勢，甚至乎撲熄它，我們可以大大減少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的。看我怎樣做啦，就用滅火筒了。記住四個步驟，就是拔、瞄、按、掃。首先就是拔針，之後瞄準，之後按掣，之後就是橫掃。可以示範一下給我們看吧。原來咁簡單，一撳就係嘅喎。咦？好似有啲燈咁，有陣咁陣燶味咁樣咧。係啊，聞到啊，因為我咧原來唔記得咗頭先我係煮緊嘢，而家可能會有少少火咁樣啦。咁咧，但我已經識點做啦，因為咧同消防署咧我有拍過嘢啦，十月份。咁咧佢有教我咧點樣用呢個滅火煎喎。咁其實簡單一掹出嚟啦，攞住兩個 handle 咧，最緊要咧就係當然啦，要冚住自己嘅手先嘅。咁咧，安全之下咧，你就冚住佢就 OK 噶啦。哇！不過記住啊，如果火勢已經相當猛烈咧，就記得要及時逃生啦，同埋報警求助，等消防員嚟處理。哦，明白啦。咁不如我哋一齊咧送一個防火錦錦囊俾大家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冬季防火齊做妥，
佳節平安，靠你我。多謝曬 Macy 同埋 Lawrence 為大家講解應急三式啊！另外咧，仲介紹埋呢個手提滅火設備嘅使用方法喎。係啊，對於破滅電力故障同埋煮食爐火引起嘅火警咧，使用手提滅火器非常之有用噶。大家亦都可以參考消防處嘅網站、社交平台，或者消防處派發嘅宣傳單張，更加了解關於2023年消防裝置及設備修訂規例。同埋了解更加多關於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相關嘅事宜噶。咁依家我哋有請 Macy 同埋 Lawrence 嚟到台下先，因為我哋最後咧會影翻張大合照噶。喺度咧，衷心多謝各位嘅嘉賓參與今日嘅啟動儀式，亦都見證住各方嘅支援力量咧，將防火信息傳遞出去社會各個層面啊。咁我哋最後咧就嚟影一個全體嘅大合照，大家咧一齊望向台上嘅攝影師方向，見證住呢個重要嘅時刻啦！我哋舉起個手指公望住攝影師嘅方向先。再次感謝各位嘉賓參與呢一次嘅典禮儀式，儀式圓滿結束。